朝中社2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7号观摩了朝鲜第二经济委员会所属多家军工企业生产的240毫米火箭炮武器系统的验收试射。报道说，该火箭炮武器系统在机动性和打击能力方面实现技术更新。当天验收试射证明了新采用的制导系统以及该武器系统的可操控性和破坏力等各项指标的优越性。